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说的这段话是整部圣经中最宝贵的经文，短短几句话，深刻而恳切地道出上帝对世人广阔高深的爱。创造天地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，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原本是圣洁无瑕疵的，但是当我们陷入试探诱惑，顺着恶行偏离神创造我们的心意，从此就失去了属神的荣美，与神隔绝。当罪性在人心中扎根，因着肉体的私欲陷在罪的捆绑中，没有人可以靠着好行为讨神的喜悦。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让主耶稣带领我们胜过诸般试探，脱离罪的捆绑。圣经约翰一书中提到，神就是爱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
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耶稣在十架上亲身担当众人的罪，承受了一切罪的刑罚，以实际的行动来表明天父对我们的爱。凡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真心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生命将经历从黑暗入光明的奇妙转变。上帝的救赎使我们重生，上帝的慈爱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涌泉般的喜乐。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。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。完全的顺是我心喜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。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，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。
公义要居在肥田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平静的安歇所。以赛亚书32:15-18。心挂上相思路边